受你的温度，牵手的往事只留下空荡荡一屋子，日子为生活打转的那些无力感，像笼罩乌云的光，无止境的慌，思念涌上像刺眼的逆光，勇气茁壮，有心人就能体谅，好心情严选心里的经典娃娃，就算乌云不散又如何有去医者啦，你唔通讲啊！来，这吼，互你食红哈。阿爸，你是咧甲我买寿啊？哦，我好心去学雷针，我是看你阿婶哦，钱管啊遮尔啊闲，啊惊你无钱通过用，啊这钱哦，你做西客啦，收起。唔免，我无要用到钱啊，免欠西客啦。你唔是想要继续读书？我会当读到初中毕业，已经足满足啊！啊，比咱遮大部分查某囡仔搁较幸福安尼。阿芬啊，你若想要读书哦，阿爸就予你读啊。阿爸，我想要先找头路，家己趁钱啦。你自细汉哦，就一直为这厝内咧趁钱。即马女婿的生理哦，已经真在啊。你都唔免着急哦，出去外口趁钱，阿爸有法度饲你。我知影，也毋过我读遐尼侪年的书，就是希望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头路啊。啊，若无书，毋就白读啊。好啦，你若有想好就好。来，这钱哦，你收起来。出去外口食头路，总是爱买几束啊新衫穿啊，吼。阿爸，我衫有够穿啊啦，而且叫我用你跋筊赢来的钱，我唔敢用啦。阿爸，唔爱阁跋好无？你若比恁阿妈在生的时阵阁较执念哈。我是为着你好才甲你念的呢。你甲恁阿妈哦，拢讲是为我好啦。一个哦，无爱我去跋筊，一个哦，袂放心我无人照顾，爱我阁娶一个某转来。结果呢？我唔拿哦，带一个人转来管我，啊，搁想煞带一拖拉机的人转来。阿爸，我甲你倒提啦。唔免啦，紧转去给人管。暗顿才拄好食饱，你还搁走来走，较食物件啦哈？你害我惊一跳呢，较细声啦。你最近啊才熬食，你以为胃口当时那变甲这尔好？你是惊我甲你食倒去啊？哼！若加一个后生，你敢唔敢好食呀？是啊，你唔是干那一个后生，当时搁加一个啊？
这个你的啦。你有事啦？好，来，坐下，豆豆吃，豆豆吃。你今嘛吼，总算是有家己的囡仔，你要好好对待阮。我对你无好呀。嗯，啊，搁有哦，我今嘛吼有新做阿伯囝，天路上有足侪代志，我是无得做。好，你啥哦，拢免做，好，好好休困，嗯。是讲我若拢卖做，露霞就减一人倒下手安尼。哎，我安尼好无？你跟阿鹏哦，卖出去做事，叫伊留下来露霞倒三工啊。留下露霞倒三工哦。咱上家哦，参像伊安尼读到初中毕业的查某囡仔无几个呢，伊是读过书的啦，叫伊留点的露霞就无彩。查某囡仔人住他这么乖，要创啊？以后嘛是爱结婚生囝，敢毋是？无你是爱伊有偌大个成就啦？我无妄望吼，伊有偌大个成就啦。我只是想要予伊去做伊想要做个石头啦。拄则是你家己讲个哦，叫我爱好好休困。我毋则想讲哦，叫阿芬留落来斗相共。啊，你又搁袂？无你即摆到底是想要安怎？我本来搁想讲哦，阿芬若愿意留落来露霞斗相共。我都唔免加请一个人啊！囡仔吼，若出事爱开足侪钱，你知影无？咱无较幸运，哪会用的啊？哈！你要留陈露霞，我要出去找她咯。嗯，是啦，我就想讲哦，阿婶婶也有心啊，啊留在厝的，甲伊斗三工。安尼会当减轻的负担吗？原来是安尼哦，阿姊，我甲你讲哦，阮阿母啊本来就想要甲你留陈露霞，莫出去找头路，只是吼伊歹势讲啦。其实伊足烦恼的，伊读遐济书，阮阿兄无法度甲你比。你若是出去找着好头路，那安尼你着比阮阿兄好真济啊。唔是啊，阿可，你即摆在讲啥？我哪会一句拢听无啊？我读偌济书，我去倒位做头路，甲恁阿遐啥关系啊？阮阿母想要你做伊的新妇啦，想要甲你甲阮阿兄煞做对。哈？我阿嬷嘛足介意你的啊。若是你嫁予阮阿兄，那恁我叫你啥？就袂当叫你阿姊啊。还叫你阿嫂，不过我较喜欢叫你阿姊呢。阮阿爸嘛希望我嫁予恁阿兄。我阿母讲唔敢予阿姊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佫甲我讲袂当讲出去呢。啊，我实在真害呢，我忍耐遐尼久，还是讲出来。房间，对我来啊！啊，不免啦，我来就好。阿芬啊，我来啦。不免啦，我提有法的，我家己提就好。海生哦，位这边啊。什么代志？阿母问你吼，你有介意阿婆无？
玲阿姐哦，想要给阿鹏出去找头路啦。啊，不过阿母想要家己留伫咧厝内。你若有介意阿鹏吼，我着紧甲恁阿姐讲，甲恁两个人的代志定落来。阿母啊，你有甲阿鹏讲啥无？无啊，啊想要讲啥？那安尼就奇怪啊。啊，这是安怎啦？阿母，阿鹏确实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毋过我着一直甲伊当作是家己个小妹啊。啊，就是因为伊是一个真好个查某囡仔，我毋才想要甲伊留互你。安怎啦？阿母会当甲你斗相共个呢？阮无迄种男女个感情啦。哎呦，感情会当偷偷培养个嘛？唔系啦，我无想过济啦。就是你袂晓想哦。阿母才要替你想啦，但阿鹏哦巧，又搁捌代志，以后搁会定姻翁呢。你若娶到伊哦，对你绝对是最有帮助的啦。阿姐，你两个母阿囝踮在遮啼啼吐吐，是咧讲啥哈？无啦，哪有讲啥？无，我著明明听到你哦，讲要甲阿鹏安排啦。对啦对啦，我是想要替伊安排啦。啊，不过我安尼做，拢嘛是为着大家好，敢讲我会较害羞？免讲遐尔好听啦，枕头会起倒一边哦，你心内有数。我知影你疼查某囝，啊，不过伊即摆已经到会当嫁翁的年岁啊。卡叔讲伊当嫁予阿祥，咱就会当家己留伫个厝内，安尼敢唔好羞啦？阿芬是我的查某囝，伊的婚事哦，我会做主，唔免你操烦。感觉你也会嫁出去，离开这间厝了啦。啊，伊才十八岁呢，还阁细汉呢。啊，你讲这袂伤早？以后要甲你过一世人的是我哦，但伊也毋是你亲生的啦。感觉我伫你生活内底，还阁不如伊哦。伊满月的时阵哦，就甲我做伙生活啦。伊比亲生的哦，阁较亲啦。我不准你哦，阁讲这种话啊！阿甘啊，来吃饭啊！母啊，我还袂枵啦，恁先吃吼。阿妈，吃饭啊！好。大家来吃饭啊！哦。来啊！哇，这么多菜哦！阿你阿姐嘞？阿姐叫我来先吃啦。哦。阿母，你哪会搁坐伫咧遐？先来吃饭啊，我甲你带饭。唔免管我啦，恁先吃。阿可，等一下啦，等阿静坐好，咱才开始吃。我都做枵啦，即摆若是无吃好，等下才能去。吃饭啊！多谢阿兄。阿可啊！阿鹏毋是我亲生的哦，拢知影甲我尊重呢。啊，你是我一手带大汉的，你敢有甲我当作是你阿母哈？一顿饭袂用个好好啊吃。阿爸，我是有讲唔对啥哟啊！啊，你唔吃饭是要去倒啦？唔免你管。阿玲，阿玲妈，阿静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你给我放开啦！啊，即摆吃饭时间。我不爱吃啦！你是要去拔脚呀？我不准你去哦、喔！不准你去哦、喔！你这渣男就这啰嗦啦！我要去倒里管哟！阿爸，阿爸，今晚大巴肚，
伊就安尼对待我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？阿婶，你莫艰苦啦。你嘛知影，阮阿爸伊就是较土性啦。虽然哦面相较歹，伊也毋过心肝足好诶。你莫甲伊计较啦，好无？我做遮尔侪代志，拢是为着这个家。是安怎，你阿爸一点仔拢未体谅我？时间无早，先去休困啦。唔免啦，我想要等我阿爸回来。哦，你嘛无闲一天啊，予我来等就好。你先去休困。阿伯。虽然哦，咱毋是亲兄妹啦。啊，毋过，既然咱有缘做兄妹，即个缘分我会足珍惜的。啊，嘛请你放心，我永远把你当作是我的亲兄妹。多谢你。其实我可能过无偌久就要去台北了。啊？你想要离开双溪啊？我有朋友伫咧台北找头路，假使有机会，我嘛想要去拼。阿婶，敢知影？我找机会甲伊讲啦。我嘛想要有家己的事业，无想要一直靠阿母甲阿叔。阮阿母毋是无讲道理的人，我甲伊讲，讲会通的。我嘛知影你想要出去食头路，若是有好的机会吼，你毋通放弃呢。我知影啦。阿芬。你是一个足够足好的查某囡仔，家己未来吼，好好想看卖，会当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安尼才会快乐。好啦，先去休困啦。阿爸，你回来啊！我差一点仔，搁要出去找你安尼。啊，我也毋是囡仔，啊，出去敢会胖去哦？啊，你是啥物时阵回来啊？我昨半暝就回来啊啦。阿爸，你莫搁甲阿婶过去啊啦。嗯，啊，伊若莫了我会甲伊过去。你著看牛医啊！牛医，啊你捌听过哦？身体牙糟，身囝不好啦，牛医。阿婶是恁某，唔是你嘛，唔是恁囝呢。阿爸，你想看卖啊？阿婶哦，伊嫁乎你，伊啊唔过伊嘛是家己大家带喺身躯边照顾呢，而且平常时事事项项嘛替你设想啊。看起来伊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你着莫常常去甲伊冤家啦。阿爸，我知影你疼我，嘛知影你是一个好爸爸，也毋过你嘛爱做一个好翁婿啊。着亲像阮师长啊，
平常时咧做工课的时阵，虽然是较严肃，也毋过私底下对阮先生偌温柔的哦。两个人做伙哦，足甜蜜的呢。好啦好啦，你讲到安尼，嘴甲全破啊，规身躯鸡母皮拢起来啊。阿爸，你莫袂记，阿嬷一定足希望你会当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你爱好好珍惜甲阿婶的缘分啦。啊，即马你甲阿嬷搬出来阿华？哪有啦，阿爸，我是为着你好呢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莫阁讲啊啦。阿芬啦，阿爸吼未逼你嫁翁啦，阿嘛未勉强你阁继续踮诶女城吼斗相共。你若想要做啥，就去做啥。啊，免管恁阿婶吼来讲啥啦，知影无？我知影啦，阿爸。也毋过，即马着找无啥物好诶头路啊！我想啊，我暂时会留喺女社继续斗相共，等阿婶甲囡仔生来，再搁讲啦。是啊啦，是啊啦！你哪袂出来啦？毋知是男或查某吼。啊！你恭喜哦，面大耳大，将来一定好起来啦！勇敢的好，勇敢的好，来来，我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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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婆，今天要小心，惊伢子哇！你不要紧呐，听到我的话。哦，你卡死你啊！我去陪伢子嘛。卡死你哦！好，我去陪伢子。哈哈哈！哎，出事耶！弟弟照顾子的呢。是啊。大波的大波的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。一声你欢喜啊！欢喜哦，当然嘛欢喜。露霞的代志哦，你暂时卖管啦啦，啊好好做下来，有听到无？阿芬，你看，哇，阿燕，你穿安尼足水的呢，感谢谢。穿安尼哦，足无款式的。我阿母讲去学校上班穿安尼较适合，啊，不过我较爱穿洋装啦。那安尼，你上班穿套装，下班穿洋装，唔就好啊？请问你们邮局在哪？啊，你讲啥？哎，稍等稍等，啊，听讲没有？你讲啥？听听听。哎，你好，我想去邮局买信封、信纸和邮票。集纸了，哈，集纸哈。干嘛？哎，阿姨妈，你跟他是想要买干嘛的款哦？干嘛哈？干嘛干嘛哈？好好，你行出去吼，遐有一个菜市啊，为只行出去，比分尺，可以咪写门口，抓个比分。其实，当去以前的学校做干事，敢那亲像无比遐同款嘞。哈，你搁嫌哦？我偌轻松，你会当在学校做事哦？有啥物好轻松嘞？你这样搞做代志，若不是去予留伫咧厝斗相共女婿的代志，出来找头路一定搁较紧。小三，哎，阿兔啊，啊你毋是有读几年书？伊啥啥你看有无？你会看无？啊！伊写的字我也无过啊！哎呦，叫你认真读书，你是无乖啦！
会倒的啦。好好好，你甲讲，好，进来。啊，无紧讲。紧讲啊！啊，阿姐啊，啊，顶届吼，你甲陈先生拢会通啊？你退步啊？对啦。阿婆呢？阿婆啊！阿婆！拄只阿英姐有来啊，唔知影伊有出去无？进去找伊来啦。哦。哎，稍等一下哈，谁来啦？谁来？阿姐，阿姐，好佳哉你无出去啊？有啥物代志啊？哇，阿英姐，你穿呢，敢那亲像老师呢？真是哦，我呢就亲像老师。嗯。阿寇同学，你今仔日为虾米无写功课？去，去操场走十里，走完再阁甲老师捶背。那有这种老师啦？其实哦，我根本就无耐心教学生，嘛无兴趣做老师。你阿姐哦，温柔又够耐心，较适合啦。我嘛是安尼想呢，吴老师。阿寇啊，啊你找我到底虾米代志啊？啊，对吼，我哪会袂记得啊啦？我真正足无头神的啊！我刚到台湾啦，我想写信给我在花莲的大伯，告诉他我到台湾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柜台有些信封跟信纸，我去拿来给你啊。谢谢。这个阿伯讲是讲啥？伊讲哦，伊要联络伫花莲的亲戚啦。哦，啊，为大量哦，伊访过来阿平讲哦，今嘛这么侪人啦，啊，咱爱加准备哦，伊都批纸甲批拢给伊啦。好，爱记名。谢谢。你信写好之后可以交给我，我再帮你拿去寄。谢谢。你会说国语真是太好了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看。陆霞有阿芬斗三工，偌好嘞！不管是国语、台语，还是日本话，拢嘛会通吼。是啊。谢谢你们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没啦没啦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住在这里哦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如果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量跟我们说哦。人真好。应该的啦。谢谢。谢谢。不会不会啦，谢谢谢谢。哦，阿姐阿兵哥吼，真正足有礼貌了。对唔吼。人是哦，对我这头家有礼貌啦，佮讲我退步。我会晓讲哦，不会不会，你敢会晓？啊，就不会啊。你哦，你咧水面啦，人真正要感谢的人是阿芬，而不是你啊。啊哈，迄门啊爱囥好真济，唔通得收完哈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我知。啊！你即马又搁咧变倒一出啊？我听讲哦，日本人上爱伫咧便当内底放梅仔啦，迄梅仔会当开鼻做消化，而且吼、哦、便当较袂歹去啊。啊，我就想讲即马梅仔当着时，加是一寡起来放，到时阵哦天气变热，迄便当哦嘛较袂臭酸去啊。哎，阿袂食诶，头家娘，你足厉害呢！安尼就算讲哦，咱以后便当做较侪，嘛物件放过顿。嘿啊，哎啊哈。你是唔通用安尼心事方便，都甲便当先做起来放嘞。安呐，头家娘，我一定吼甲便当做甲拄拄啊好，互你下当吼拢甲卖完。啊，敢若做便当的生理，你都安尼想东想西，敢若有影？嗯，啊，我要加做这行哦，就是为了加赚一寡钱啊。当然嘛，要用心计较，看落较省。啊，若讲着赚钱哦，是少用心的哦。安怎？啊，有我这个某替你设想，你个感觉吼足好运的。阿尼玛，阿尼玛，阿尼玛，
什么代志啊？头家娘，你好。阿玲啊，我是要问你讲吼，派出所的张大人，你唔知有熟悉无啦？有啊，就熟个啊，伊对阮足照顾的，啊是安怎个啊？阮囝吼，路边摆摊吼，啊唔知伊犯着倒一条，所以叫带去派出所去啊啦。哪个派出所去？是啦，啊，都可能吼，阮囝的个性吼较土直啦，啊，唔知吼去得罪着啥物人啦，啊吼，伊的脾气吼佫歹控制，我惊代志吼愈母是愈大条啦，啊，所以吼，较来拜托你啦，啊，你都跟张大人吼有交情，拜托你吼去甲我斗公情啦。哈，唔好唔好啦，但我阿玲的个性唔是讲介偌好啊啦，若万不伊去惹着张大人吼，就愈害。大部分人讲话吼，早人点点啦。头家娘，你都较有人面吼，啊，我一个吼袂喜爱粗鲁人，都较唔捌，你甲我斗相共一个啦，拜托一个啦，好不好？老厝边啊啦，就算无咯吼，我咪替你想办法啦，唔免讲遮尔啊济啦，行啦，行啦，来。阿玲啊，阿玲，头家娘啊，啊，你放心无？头家去找警察大人公证哦，当然嘛袂放心。张大人啊！哎，王老板，大人你好，你好。大人你好。伊是我的厝边叫阿庆妈啦。啊是。啊，听讲哦，伊的后生去互恁娘来派出所，啊，我是来关心一下啦。大人啊，你哦手势用个举较悬的袂，啊，莫甲因计较啦，莫甲因囝哦关起来好不好？是啦是啦。这件代志已经有同事甲我报告过啊。安尼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大人啊，你敢会用哦，互伊后生转去厝的哈？是啦是啦，吴老板，阮警察办案一向拢是公事公办的，而且这件代志阮同事还搁咧调查处理，我真正无方便插手啊。大人啊，阮囝吼故意搁调职啦，伊吼袂做违法的代志啦，大人。是啦是啦，好人嘛会做唔着代志啊，而且敢有违规犯法，甲是毋是好人应该无啥物关系吧？张大人，哎，罗小姐，咱哪会来啦？阿静甲我讲的啦，我就听讲阿庆一个后生的代志，想讲来了解一下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张大人，你放心啦，阮袂有啥物无理的要求，干若想讲了解一下代志发生的经过，若是有啥物误会，嘛会晓顺续解释予清楚啊。阮同事吼，讲伊伫现场大细声。而且佫违抗命令，所以才会甲带倒来遮拘留。张大人是安尼啦，阿庆这个后生哦，完全听无国语，唔只会唔知影大人咧讲啥，啊可能哦是一时着急，唔只会较歹声嗽。伊也毋过这拢是误会，伊绝对哦袂超过去反抗警察大人的。是啦是啦是啦。好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会佫问清楚才处理啊。那安尼就麻烦张大人啊！阿庆这个后生哦，足友好的，啊平常时哦对乡亲嘛足斗相共的，大家拢足有乐意的哦。是啦是啦，对啦。吴小姐，你放心啦，阮警察吼除了抓歹人、维持治安以外，上重要的就是保护地方上善良的百姓。伊若是无重大过失吼，我会尽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啦。是啦是啦，啊大家拢是好人啦，啊敢若是无小心哦做唔对代志。大人啊，你敢会用予阿庆明后生哦，搁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？对啦对啦，是啦是啦，大人。好啦，多谢张大人。会啦。阿庆姐，你放心啦，应该无代志啊。多谢多谢，大人多谢你多谢。拢解决啦吼，拢解决啦！警察大人哦，已经和阿庆姐后生回去厝啊啦。哎呦，我就知影叫你去哦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你是知影啥？是谁叫你和阿鹏去的哈？嗯，啊，我都想讲阿鹏甲迄个张大人足有话讲的啊。啊，若阿鹏出面哦，代志就愈好解决啦嘛。哎呦，搁再讲，阿鹏本来哦，就只爱甲人斗相共的啊，这代志若超好，哎，这嘛是替咱的女婿哦做一下名声呢，有啥物无？做一个名声，
咱是开旅社的啦，不是哦，专工走派出所去共敲代志的。你是食饱想赢了？你真奇怪呢，这代志是你悟出来的呢？你即马煞怪我食饱想赢哦？啊，你不是食？阿爸，莫生气啊啦。唔讲怒气，莫讲啊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阿平哥，敢若规工拢在找你呢？找我？啊，等下等下，你找阮查某囝有啥代志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寄批哦，我替你寄啦，来，好我。好我啦。翅膀出来，拍死拍死！哎呦，你去创啥？嘿，人客呢？你嘛较好咧。你也真啰嗦啦，你去无用你的啦。李先生，对不起哦，我爸他只是想要帮你寄信啦，你不要误会哦。我收到花莲大伯来信，我们联络上了，所以我特地来跟你说一声，顺便跟你道谢。真的吗？恭喜你找到台湾的亲人嘞！阿爸，伊是讲哦，伊收到迄花莲大伯寄来的批啦，啊，足欢喜的来甲咱讲一声，顺便说多谢啦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。啊，因家家母若生鸡卵，阿母就爱来甲咱报告呢。阿爸，人伊是个人为大陆来台湾的，一定是甲咱当作是家己人才安尼讲啊。你着较体谅的啦。啊，伊敢若是一个人哦，伊只不过吼是过咸水来台湾呐，有法度甲我当初时比哦。我是去南洋哦做孤女呢，我是去卖命的啦。阿爸，我当然嘛知影。是你坚强，搁勇敢，伊哦哪会当甲你比啦，对无？这当然嘛知影，我煞着爱你讲。吴小姐，老板没事了吧？我爸他只是累了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凶一点，你不要介意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唔通吼，唔通安尼妖搞笑想低瓜苦啦，好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阿玲啊，以后伫咧人客面头前哦，你莫安尼歹声扫啦，你安尼做去惊着人呢。嗯，啊你无看到伊的目睭哦，对阿芬是安尼金金相哦，敢讲我着爱对伊好声好势，啊豆豆啊讲。哎呦，迄是你家己伤过敏感啊啦！我敏感，是伊过头啊啦！你无听人讲哟，阿平哥小弟哥啦，就算讲伊看到水槽囡仔流嘴烂，迄嘛正常的啊。啊，伊正常，啊我唔着无正常。咱开门做生意，迄人客都是财神爷。就算讲有啥物无欢喜的代志哦，嘛爱囥咧心肝底啊。你安尼对人歹声扫吼，会得死人。你以后吼，莫叫阿盆去替人讲人情啊。是安怎？我是感觉吼，迄张大林哦，敢那足介意阿盆的呢。逐摆若看到阿盆哦，迄讲话的开口就无同款。哎，阿恁查某囝受欢迎，你是咧干呐？受气啥啦？敢讲你希望你查某囝无人介意啊？哎，囡仔饲大汉，拢留袂住啦。你看阿啥？离开厝的走去台北做事，嘛做了真好啊。阿妈开始伊家己的生活，而且即马哦，佮阿妈才去做伙住呢。有一天哦，阿婆嘛是安尼啦。阿妈哦，住阿啥遐，敢袂惯势？老大人疼孙，啊，予伊去台北看会着，照顾会着，伊的心肝头嘛较实在。是讲安尼嘛好啦，予阿祥哦小训练一下，较有责任感，莫讲哦一个人霸全家霸。像啊像啊！我啦，起码啦！啊，起码！哎，你也真安行啦！系啊，
我就要摕一包物件留你啦。哎呦，这是啥啦？较细腻，较细腻啊！哎呀，一寡吼菜啦。哦。啊，着进前吼，多谢你甲阮寄到三间啦。啊，遮吼是我家己种个青菜啦，啊，搁一寡鱼仔啦。哦。嘿，要送你啦。哎呦，旧厝边啊，你哪着遐尼啊客气啦？啊，着是熟识吼，礼数共款也有啊。来，我起来走下吼。哦哦。较细腻，较细腻。好。吴小姐你好，我有封信要给你，我放在画有圆圈的桌子下面。什么信啊？是要寄给你家人的吗？是写给你的。咱家去掏钱吼，甲七七个啦。好。哎、欸、呀，我拄好到已经七千去啦，啊，谁搁咧面顶画伊箍啦？实在哦。啊，这是啥？啊，阿哥啊，咱女生吼，敢会有问题啊？你先看卖下，这块是写啥啦？这本若有问题吼，咱会紧交去派出所呢。啊哈，这本哦无问题啦。问题？阿妈，这本是毋是你的？当然嘛毋是。哦，毋是少你的哦，我嘛毋知要少谁的呢，我来甲你调。表示哦，原来是你写的哦。都啥的呀？哎呦，你是毛病鬼哦！啊，你不要看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点去。阿本啊，本啊，真多谢啦！刚才有你斗三工，阮囝哦，才无代志。阿钦姐，你莫遮尔客气啦。是啦，啊，咱哦拢是老厝边啊，啊，互相照顾，迄是应该的。啊，你以后吼，唔通阁这样啊搞个迄数啊。话紧啦，啊，这个吼，拢是家己种的啦，恁吼，莫去嫌啊啦。阿本，来啊啦！阿燕，你即马愈来愈贤，西装打扮啊，足水的呢。安尼看起来是毋是较成熟？嗯。我希望哦，我学生看到我会对我较尊敬嘞。啊，今仔日放假，阮去虎豹潭行行，好无？袂用的啦，我还搁柜台啊。你规天关伫旅社内底，真无意思嘞。像参像你遐尼好啊，会当在学校做事，搁会当正常上下班。你若是嘛去学校做工课，毋知有偌好嘞。即马就伫学校咧欠老师哦。我也无做老师的资格啊。去补考师范，再搁进修，就当摕到教授的资格啊！你毋是足想要做老师的？是啊，我一直哦就想要参像杜老师共款，做一个好老师。你一直伫路社做工课，伤可惜啊！你应该爱想办法去学校教书，完成你的理想才对。
我再给你探听一下，要安怎报考啦？先生知影，有真侪人无法度逐天来上课，咱会当来好好读书，咱好好把握机会，认真学习。这双鞋啊，是要让这学期表现上好的同学，大家要认真拍拼读书，后学期哦，更有机会哦，加油！阿姊，你在笑啥？无啦。阿姊，阿霞姊叫我把这给你，伊讲这敢是要写给阿丽的批。这不是咧，这件代志哦，袂瘾给阿爸知影。伊若是知影，搁无欢喜，会对遐人客无客气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就是无爱阿芬哦，酒店的柜台。你敢知影我达波人哦？啊，目睭金金哦，一直想阮查某囝呢。我想要做老师。查某囡仔吼，佫较有能力嘛是查某囡仔。我不准你去考师范学校。卡叔，我无伫龙会上班，都袂甲伊熟识。一个改变我一世人的人。眼睛的分。